手下是你的荣幸。你有没有觉得你被左剑打到一下，然后我升龙，升龙打你，你全程都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对于我来说，我打你很安全，对吧？你这样被打死，你心里觉得这个人厉不厉害？我问你，你是被震刀？挺瘦的。你觉得秀吗？OK 吧，来，那我教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升龙的话，你只要被对方左剑打到的话，是必吃升龙的。治疗就交给我吧。但是我可以不使。但是一套升龙的伤害很高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嗯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来来，你别动。也就是说，哎呦。对不起。也就是说，我打到你一个左剑，我就可以打你这么多血。看到你的血量了没有？哦，看到了。这一套的启动只需要一个左键，你懂吗？然后左 AC，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全程只需要打到你一个左键，你要扣这么多血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请记住，还用升龙来吧。啊，懂吗？很简单，全程不需要风险就能磨别人这么多血。小姐手下是你的荣幸。除了十三少兄弟们，我说了啊，除了我的朋友以外啊，真不错。兄弟们，这句话会出事又怎么样呀？我只是重复了一下天人榜第一名的话呀，兄弟，他都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我师父蓝梦香香的话啊，我跟我师父一起实名制敌死啊，兄弟们。不让我学，我就不学。无常率先出击。C 完以后都是可以动的，你要记住。来来来，我教你。我修完你的脚以后，你都是能动的。我修完你的脚以后，你都能动，明白吗？对，这下以后你总是被我吃两下，然后继续连，那都不对，懂吗？试一下，我 ACA， 你看你能不能动？来，动。发现了吗？所以说昨天打你就在欺负你，不知道，懂了吗？治疗就交给我。我也就觉得很奇怪哦，你就一直被我打。你现在开始哦，我给你一个打法上的要求啊。每当我 A 完你两下以后，你大胆的给我去提前猜，理解不？我还对，你就直接去猜，心里根据我们双方血量的差距，直接去猜，我会不会出第三道？如果我会，你就挣，你也不要每一波都去躲，懂吗？懂我意思不？能理解这句话吗？试一下。现在开始，你先试一下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这第三下会出来。然后现在我没有用试阵，我直接是 A B 阵。可以的，然后啊，然后我告诉你，我这下我不会出，你该怎么做？就这样啊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不会出。啊，失误了，我出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想短闪。是的，我出了，不好意思。来来，我不会出，我不会出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往身后的话，最好还是滑步蓄力拉开是最稳的啊！捏我两下，现在我准备跑，我要跑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怎么办？你知道我不能往左闪，我得往前闪。来吧，追你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继续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 A 两下，用滑步闪教你吧，今天教你这个吧，你毕竟 A 两下以后你的变化太少了，你是不是经常 A 完别人两下以后，他滑走了你就站原地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你本来想蓄个力看他震到，然后你打他，结果他理都不理你，往后滑了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对你来说，你的僵直就只 A 了他两下，你的收益非常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这样吗？是。对啊，那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呢？哦，别人如果 A 左 A 你升龙的话，他能打你一条血，对吧？你打到别人一次僵直的话，你就只能打他一格甲，你懂吗？懂我意思吗？这个造成你博弈的非常的不公平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请你的道心也不要破啊，你不要去用升龙好吗？我跟你讲，那就要用这样的方法了。来啊，变化啊，我这样 A 完你，预判他会闪。你这个闪是不一样的啊，你记住，因为他如果用短闪有无敌帧，你如果直接闪完 A 的话，有的时候会 A 不到，明白吗？嗯。所以要那我要用长闪去抓他吗？不，对，要用长闪加蓝 A，
来，长闪，然后松掉，多余操作。稍微拦一下下再 A 过去，这个拦的意义在哪里？等他短闪的这个无敌帧结束，明白吗？你先 A 过两下，我闪你跟用蓝 A。你看你 A 空了，为什么呀？对吧？想一想，没再用来。了。前，对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蓄了一下，慢一点能 A 到呀？对不我对？只依靠阴阳术，对吧？为什么嘛？为什么？想一想。因为我提前，第一，我提前预判了他的短闪，然后我蓝 A 的你话，我蓝的可意义以在打哪到里？他。我蓝 A 的意义就是，我刚才讲过，只有2分钟啊，兄弟们。来因吧，你为现在他不要短蓝 A，闪有个这。对你现在不要蓝 A 哦，你 A 我两下，直接出刀，不要蓝 A 就直接 A 来，闪完以后，不要蓝 A 呀，你蓝 A 了呀，不要蓝 A，直接出刀来，A 不到，对不对？发现了吗？因为你有那个无敌针，不能是只的，依你这靠个阴阳蓝 A 的意术，义在对于吧？等他无敌帧结束，理解吗？来，打，来，正好，对，继续打呀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不要停，太快了，治疗就交给我吧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慢一就在这点。里，嗯，漂亮，再来打，来，再来，不是你非要把我打出假阵干嘛嘛？再来。本小姐手下找到是那个你的感荣幸。觉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贴脸博弈的时候，我去，但是我发现我的左键一直会打空，就我跟对你呀，两个人同时是动的起来呀，的时候，冒险还没完呢。所以我跟你说过叫你用右键呀，你要用左键嘛，你自己要用左键，左键本来就容易空呀，你如果爱用左键的话，你就用升龙，对吧？这个的收益是对等的，懂吗？不然你左键经常空，合算吗？用右键，偶尔用一下左键，抓僵直的时候用左键，你看。你的荣幸，血少了就想跑，为什么呀？不用跑呀！看到没有？抓到你的僵直了。昨天晚上我就在练这个东西，练到下午。在个本小姐手下是你的荣好幸。快啊！你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一个节奏啊，你就用这个节奏来跟我打。嗯。你上来先想办法用一个白刃能打到我，接下来开始一直用白刀打我，就这么简单，能做到吗？我忍不住了，对不起了，没关系啊。我真的忍不住了。还有你躲的一定我要，就一丝儿，你躲的一定要快啊，反应的要快啊。我昨天教过你的东西，你还没练熟练。你要练熟练的话，返魂你的打本你那事，个1600的要很是轻我松有的呀。学会就好了。我现在开始就用白刀打你，你看，他那一下顶不到的，你看。你会发现，你的蓝 A 一直打空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我是觉得你这个东西练熟了的话，你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便打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打呀，你 A 下不得人呢，你就 A 我一刀，人就不见了，是吧？我跟你讲哦，你看别人经常瞟你一刀，对吧？然后划得很远，对不对？这种打我法这真都的是快在用自定了，义练了是没有意我知义道的，他懂是吗？怎么被做你出实来战的。里用不出来的，你砍他一刀，然后飞很远这样，他不打药，他不打药吗？来，
一直要贴脸博弈，贴脸博弈，永远不要让他离开你的那个。你昨天晚上会的，然后你睡了一觉，今天就突然不会了，懂不懂？这是很正常的，很正常的东西。还有，我这样忘了。是的呀，你忘了呀。哈哈哈哈，我忘了怎么办呀？我那天跟你说了呀，你说你不相信嘛？你觉得你学会了你就永远都会嘛？你现在走过的路都是我当年走过的路，明白不？你觉得一学会就不会忘记吗？你最起码要忘两次，你才会。理解吗？你忘了是吧？我想一下，我忘了。我说了你会忘，你说你不会忘呀？你现在信了吗？你 A 我躲我蓄力，然后到我身后 A 我就行了。来吧，我蓄力秒放来。不是，你这个闪就不对，长闪。来来，你看我蓄力 A 我一刀就，然后闪就行了。来。闪 A 闪 A 啊，马上就要闪 A 的兰巴迪斯是上面，马上玉叔叔的往我身后走，来来来，对，继续连贯一点。在本小姐手下是你的荣幸。其实你就是躲不好蓄力的。这些东西太有用了，好想知道他们是。如果你有耐心承受这个枯燥的话，对吧？你今天可以就练这个躲蓄力，真的。新的一样了呢。真的。我练，来你就 A 我一刀往我身后闪 A 我的，我每一个蓄力都秒放，来吧。很好，治愈之力已经恢复了。对不起了。来，漂亮，继续。哎呦老，哎不对，漂亮。不是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往我身后闪！来来来，对不起了，我就一滴血，那刀是不是空了？是不是空了？没一刀，不能只依靠。所以说你 ASA 要特别熟练。看好，看我，我蓄好了吗？我蓄，对，漂亮，继续打，打到了就继续打，继续打呀。我又要放了，我又要放了，得修一下才。感悟好我的节奏，去一直去躲，非常连贯的去躲，明白吗？治疗就交给我吧。你发现没有？你是这样子的哦，让你躲掉一个，你就能躲三个，躲四个。如果你吃一个，你就会吃三个，吃四个。